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泰晤会卷。接下来就继续泰晤世界冒险吧。又有商人到达，这个商人是卖一些道具的。这个针，我要怎么修理那个我的武器呢？我的武器要怎么修理呢？打开修理界面，拖放工具，打开修理界面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把它恢复一下，点击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复原了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战斗。现在看一下我的村庄状态，目前人口右边这是什么？右边跟左边的差异是什么？不太懂。首先把废墟移除掉好了。人数不够吗？难道再想办法扩建居所？再扩建好了。然后现在有30，再稍微突破一下武功，把这个提升一下好了。这样子，接下来你要野果。好吧，赠送他。这里有买个这个跟这个，减掉400块，先这样子。然后离开。要再赚钱的话，可能要去别的地区赚钱，来去峨眉山好了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派人来峨眉山赚个钱。绣花针。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有驿站，这是他们的地区吗？这里还有云铁坑哎，这里可以赚多少钱？可以赚40多块钱，这样的话，再来这里，这里有个年轻侠士，可是他好像不跟我讲话。再来去峨眉派一下好了，峨眉派应该会有比较多钱吧。再派人来，75块，好像还不错。再来找一下大师，他还可以教我什么功法吗？内功，峨眉12桩，这里又有其他可以学的了。
身法。哦，要到50才可以学习更高的功法喽。就这样子。休息一下。丹田传授吗？可以传授吗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？真传弟子。鱼片，给他其他帮助好了。他们门派人数好多，为什么差距那么大？真奇怪。我可以用他的练功房吗？可以吗？还可以这样子吗？原来可以用他的练功房啊。指法。剑法，圆弓剑法，又有其他的剑法了。次数，要先把它达到50才可以继续。这样的话，目前他教我的是什么？这个招式吗？第二阶，所以我现在需要把它提升一下，又要开始读武学了吗？借用你的练功房一下，先让我把，我看一下，绝技要先练到50，所以要先突破。练功练得差不多了，这样子的话，失误太多了，1000多。这样子准备回去吧。我要再回去了吗？这里可以连接成都吗？这里有一些地方我还没走过吗？好像有点大哎。贼人，有贼人。这其实很大，我还以为只有中间一小块，稍微把这里晃一下好了。这里有采花贼、小毛贼，好像敌人蛮多的。先回去，回来这里好了。榛子黄。也太多奇怪的蟋蟀了。看一下它有什么货物，这些是道具。再来建设一下我的村庄，建个长街。长街建在这里，然后。现在人手好像也不太多，哈哈。居所要2个人，现在只剩1个人在家，领一下这个。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，看一下。来处理一下二盖窝好了。就这边有二盖窝吗？
就有一些地方没去过耶，把那些地方走一走好了。逛街的感觉，这个走了会身受损伤，这样为什么二盖屋会盖在那上面？接下来就是挑战，还是要踩进去吗？还好没受伤。接下来挑战二盖窝，临时改变奇遇行动。看状态，应该不是我的对手。这不能用输入的方式吗？专注。与真术，成功。我要把它修一下才行。脱放工具。维修，这样子，再继续走。有商队在这里，心经解郁。六害经围棋，抵达，迎战敌人。六七八，八点零，玉，玉真术。御真术，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看不到，速度降低，封闭穴道，它被有封闭穴道了吗？御真术，移动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，
是要换武器了。员工剑法。万拿剑。员工剑法，我每次都有人出来挡。成功拿到什么东西呢？罗刹粉、疏影剑、七品、上七品、云判官、内功发挥。内功发挥，我怎么好像是下降的？活血丹。鱼标恶色会这样子战胜了。教化敌人，人善，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心情上升，文化上升了，所以说他们还会再出现吗？是会一直出现的那种感觉吗？这里有贼人在影，这里，哦，原来这里有那些东西，所以说这里的地区威胁。地区恩义哦，这样的话，这边都还没走过耶，来这边看看好了。这边还有二盖窝。到底有多少二盖窝？走走看。受到损伤，受伤了吗？心神震颤，
糟糕，受到损伤，必要物品，有一些食物，要吃吗？乱炖鱼片，炭烤兔肉，这些都不太一样，太神奇了。这边有什么吗？骷髅头挑战个二盖窝，出发。这个。奇遇行动，商队，伯牛帮，没兴趣。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？期望的方向，不懂。这样就抵达了，又是战斗。他好像比较强一点，是我的错觉吗？飞纵术，御真术，白云飞纵术，成功了，好快哦！这次怎么那么快？七节鞭，乱情章，这个是什么？防御？奇怪的功法，刀法，外伤上限，毒术。老鼠，这有一个，那个窝怎么那么多？太令人疑惑了。
有受到损伤了。这样的话，现在的青城山地区恩义失心人我还没去过成都耶，之后再去成都看看好了，继续挑战二盖窝。我的野果快吃完了，感觉好像又比较强一点。主甲，这样子我的背包不会太重吗？装备重量有点重，这个拿掉呢，好像好一点点。这个到底要怎么用呢？没什么特别的。选择什么吗？祥瑞，不懂。战斗，拿到奇怪东西了。木手甲，这是武器吗？罗汉弓，少林派手抄秘籍。为什么你会有这个？为什么你会有这个？嗯，抵达前先修个装备一下，这个要修一下才行。嗯，其实先这样，接下来继续走吧。最后一步，迎战敌人。
这个状态是什么？看不到。又被挡起来了。成功，掉了好多东西。有什么呢？金身术。为什么都是少林派？你们到底对少林派做了什么？二煞枪法，师上门之前有出现过的那个门派吗？这样子的话，先让他跑吧，采花贼。迎战，直接靠近 K。成功。这个是什么？针线包，他竟然带着针线包，之后就需要休息了。这里有什么？新任庄主，立冬小雪。感觉收集了蛮多那个秘籍的，多收集了这个罗汉功，还有轻身术、身法书籍、内功，还有绝技，太好了！乱学，莫名其妙拿到一些奇怪东西、奇怪武器。这也算武器吗？好像是武器。这样的话，看一下，这个攻击2-4、3-5、3-5.5、3-6，好像差不多。这个好像比较远一点。这样的话。好像差不多。好吧。那就先到这边吧。之后再继续冒险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。如果有人想对我说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